一车一车蔬菜陆续送入在的果菜市场，但是目前交货量已经真充足，因此年节到现在菜价也是无理想。这天气真热，还佫欠雨水，而且佫最近咧转变，还佫无特殊的节日，而且量哦，在果菜市场基本拢超过1000公吨，数量真多。啊，只要咱好有在咱这农民哦，因为这菜价数量真多，其实咱把那些较歹的物件哦，咱莫佫进歹市场，安尼扰乱就是行情，歹七。刺激品吼，拢爱咧电杆做对肥。在咧果菜市场，护理工作人员特别提起菜农，菜价要好，除了品质爱国以外，也爱注意台湾其他产地状况。咱这个旗山的太平那边方面的这个果菜，伊个开始要做阿快要上市啊，啊，所以咱农民要注意。如果你也无相当的这个通路吼，你唔通阁加增加面积。过来，咱的油菜伊目前已经是只十块才冻掉咧啊。啊，咱农民嘛要注意，莫阁继续阁压。啊，即、這个龟壳类，即、這个大部分龟壳类、刺龟啊，迄方面车拢是十外块。啊，小黄瓜，拢冰冻迄边拢开始上市啊。如果咱来种龟壳类的时阵吼，啊，只咧好要着咱即一寡汇率吼，较歹汇率，一涨汇率莫留伤济，啊，需要筛选者，啊，无即款清明的时阵吼，即龟壳类的大崩盘嘛是真烦恼。目前菜价对农民是一大打击，不过对消费者来讲算是扣扳的时间。因为一挂收购正着时，家庭主妇一旦买到满意菜色，同时也是提来做食品加工的好时机。咱在家庭主妇吼，用利用这时阵吼，咱在果菜包皮啊、菜头，即个结头啊吼，拢价钱拢无理想的时阵，咱家庭主妇吼，即、這个增卡上高做这食品加工的吼，啊来拍干啦、来生啦，啊希望即家庭主妇好好利用这個菜价。当时俗啊，品质当时好的时阵来做食品的加工。天气好，对作物好处，对菜价煞不利。目前市场供货量已经真充足，农民朋友会当生活土地先休喘一下，这对市场、对土壤拢应该有好处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